And Falkreath, if I don't know it, it's not worth knowing.博克瑞斯位于天际省的南端，北临伊宁纳塔湖，南接西罗蒂尔与诺垂省，是天际省的边境城市。作为一个被密林环绕的城市，伐木业也理所当然成为了佛克瑞斯的支柱产业。布伦德是佛克瑞斯木材加工厂主人，也许他是年轻气盛，渴望战斗，他的脾气很不好。布伦德的哥哥索拉夫经营着灰松木杂货店，曾是一名风暴斗篷的他，如今因伤痛已不能再拿起武器，不过他仍然支持着风暴的信念。杂货店对面是王者之影客栈，老板瓦尔加逃离了西罗蒂尔的战争，可没想到他竟又在天际重演。不过没经历过世界凶险的酒馆侍女那里，却整日幻想着冒险，这很令瓦尔加头大。那里的姐姐泰克拉是佛克瑞斯前任领主丹格尔的女仆，索拉夫的女友。不过丹格尔一直怀疑她是他的侄子，现任领主西德盖尔安插在他身边的间谍。叔侄间的信任感缺失，只是因为他们支持不同的阵营。佛克瑞斯现在已经公开支持帝国，但丹格尔之前却一直是风暴的忠实拥护者。被弹劾下台的丹格尔到了晚年，猜忌愈发严重，他甚至开始怀疑他最忠实的朋友铁匠铺的罗德。尽管罗德是最后一个反对丹格尔的人，但丹格尔的怀疑却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罗德一直在为帝国军打造装备，却还表示自己对于丹格尔的忠诚在帝国之上。也许他只是看破了战争。The war bleeds Skyrim. Blades are dry, and I think none of us are the better for it. Men and women join the war. They travel far on these roads to spill each other's blood. Falkreath's warriors always return, one way or another. 的确，佛克瑞斯的战士们不是马革裹尸，就是魂归故里。这个城市拥有着天际最庞大的墓地。而城里的商店命名也大都离不开死亡这个词。失光农场的马蒂斯夫妇，他们的女儿也没能逃离惨死的命运。分别为洛德人与帝国人的他们，不支持内战的任何一方。他们正是双方本可和谐共处的最好证明。痛失爱女的他们只想看到战争早日结束，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不过那凶手辛丁却不是一般的人类。阳光在天际南部的针叶林中投下斑驳的影子，但却无法冲破笼罩在佛克瑞斯的悲伤气息。也许只有天际的战火熄灭的那天到来，这里的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如果你是初次到访这个城市的旅人，拥有足够胆量的话，可以去城外西边看看，那里有扇神秘的黑门，多年来福克瑞斯没人知道打开它的方法。